它两把刀要从头叠在一起，叠在一起，然后形成一个九十度，开那个柴要开九十度了它。你要把脚倒了以后，它靠在一起，它才不会割手。如果这样你不倒的话，它可能开出来的产品可能会有毛刺啊，或者是不光滑这些，所以要倒脚。倒脚有可以倒九十度，可以倒四十五度。这样啊，这样。哦，倒脚就不用安装固定，直接这样磨就行了，是吗？这里倒多，这里倒多了一点。等一下，OK。就一般是倒成九十度多还是四十五度多？看每个人的习惯，一般都是九十度。倒脚不能倒多，倒大概一个毫米不到这个样子。一个毫米不到。